脱衣服了，脱起来！欢迎来到周六的嘴炮摄影师。哦，对，我们今天来拍冲浪，不好意思，奇怪，刚刚是谁动我相机？我明明在拍冲浪呢，怎么镜头就移掉了呢？哇，今天双狮，恐怖哦！早上不到十点，人就已经这么多了，等到游客进入还得了？今天浪很软哦。但是还是高手云集，哎呀啊！哇，强强，哎呦，太可怕了，吓咯，直跑，哎，哎，哎呦，漂亮，再打一下，我 cut back， 漂亮哦。哎，奇怪，谁要动我相机啊？哎，回起秤，绕过白花。哎呦，今天的浪非常的软，非常的软。哎呦，没在怕的。哎，抓到了哦，是谁？来，底下留言，自己自首。dropping 别人。哎呦，起来。哇。浪太软啦，背向打 leap， 哎，漂亮的 button turn， 要 hand fight 了吗？要 hand 了吗？hand loose， 哦，哎呦，哇，哎，哇，三连撞，三连撞，这个板完了，道歉，来不及啦，大哥，以后。人多的话，起身前拜托拜托，往左往右看一下，跟你过马路一样。白花冲起来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再接再厉。哇，标，又你，啊，你不让哦，哦，可能认识吧。两个男人 share 一道浪，就跟两个男人玩一个一样，好玩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挡到了，挡到了！哇，这女的不错哦，起唱很快哦。哎呦，漂亮漂亮！拍谁？冲那么好，没录到。白花冲起来！哎呦，哦，加油！哎呀，谁要动我相机？专心拍浪啊！今天风有点大，不好意思。我在等浪的时候，风会吹的我镜头，我没有办法控制它。大家来冲浪要专心。呜呼！北拜哦，跑很远哦。哇，这个 handle 得住吗？有啊。喂，上去了，左跑。哇，甩一个水花。回到 pocket， 再继续走，棒，没了一个动作，把 outside 这一道大了，大了，哇哇哇，全部归翻，还有人要弃板了吗？弃板了，人那么多，弃板危险呢。哎呦，你这刚穿很帅耶。哎，哇，没有歪爆，有没有？有，什么？美丽。哦，长板浪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哦呦，可怕哦！哎呦，哦 ，hand five hand five， 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哦，白花白花，继续来，加油，我还。加油，还可以站起来。啊，回家了吗？抢浪喽！抢浪喽！走走走，下去。还有一个漂亮的 off the lip， 哎，追到了吗？哇，左跑，左跑，过了。
过了。好，可以追。这位到底是 body surfer 还是来泡水的？哦呦，这样也捡得到一张板，太强嘞！这样子也捡得到板了、啊，太爽了吧？啊，谁钓的？这位大哥吗？哎、欸，大哥你厉害哦！这招我真的没想到呢。哦，这招我学到了。你看到岸上有那种可爱妹妹在这边泡水，你就把脚绳子一把砍断，砍断就对了。然后让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帮我捡一下板呢。”啊，这个给你，这是你的板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哦，谢谢呢。我这张板没有你捡的话就要破了。按电话给我一下好吗？哇，大浪呢？大浪呢？啊，下不去，我菜。滑水，滑水，滑水！哦呦，板头岔出来太多了。滑水，哎呦，也不行。哎呦，我天哪，好痛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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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板子跑太快，哇，你这是什么板啊？速度很快哦，人要比板快。哎呦，哦，漂亮 ，off the leap。哎呦，这个水花厉害！哇，哎呦，加速加速！我不要 air 吧？哇，这个 off the lip 漂亮！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个甩水花教科书。哎，哦，绕过了。哎呀，绕不过。这跟 J 贝一样啊，台湾 J 贝，浪速太快了，绕不过。哎呦，哎呦，炸爆一堆人，归帆。哎呦，漂亮哇，漂亮一个左跑。哇 ，Mr. Pipeline， 厉害哦。呜，哎，过了，浪要过了。哎呦。哎呦，上去哦，大 leap 下来，漂亮，操，换你表演。哦，一个底下 button turn， 哦，闪人先，闪人优先，闪人优先。路障三兄弟，三个甘道夫站在那边。You shall not pass。是谁？好好厕所不去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在这边帮我们滋润我们的小树。哦，变大了！哎呀，无彩！巨浪，我去 ！Pipeline 等级的浪，哎呦，哎呦 ，Jerry Lopez 在世啊，太屌了！他还没死，不好意思 ，Jerry Lopez， 拍谁 ？If you're watching this， sorry。哇，这厉害哦，很久哦。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现在浪。越来越乱，越来越皱了，风太大了。好了，最后一道看你表演，不要让我们失望啊！哎呀，失望，他回去继续努力，录完这一道就走了，不要让大家失望。对，撑住啊 ，hold 住白花 ，hold 住你的 pocket， 不要抽掉。哎呀，没了没了，台湾未来的冲浪选手。训练当中，哎呀，这个厉害，这个一看曾经有练过少林武功啊，这马步扎的有点铁布衫的味道。铁布衫，起来，我铁布衫，铁布衫。今天早上选择冲双狮的朋友有福啦，你们并没有选错，因为如果你们是来北宜的话，你们要面对的是这些，这些。这些，这些，还有这些，啊！但当你们在开心的同时，你们 miss out 的是这些，这些，这些，还有这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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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。当你冲到一道好浪的时候，你不要太开心。以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讲，你们损失的有可能更大。今天嘴炮摄影师就到这边，我是 Darren， 下次见。什么叫做良心企业？教课之余，在做资源回收、垃圾分类。